我是哏儿都青年欢乐坊的相声演员，我叫孙涛。我叫陈旭。我是一个90后的年轻演员。他就喜欢骗自己。今年我还不到30。人到30古来稀。跟大伙见面呢，我是特别的开心。您各位多看看吧，看一眼少一眼。你有毛病是吗？我跟你说相声，我就提不起精神来。怎么提不起精神来？现在我国的文化市场蓬勃发展，各个艺术门类的新秀是层出不穷啊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出一大批的明星，他们全都出名了。我自从跟你搭档之后啊，咱俩谁也没出名。我想出名啊。你想出名成大腕？这么说啊，演戏最快，电视剧演戏你会表演吗？我会表演。考考你。可以。如果你要能表演，表演得好，通过咱们这平台播出去，你不就活了吗？我真能活啊！表演表演，太好了。那我先考考你啊。这样啊，你给我们表演一个海豹。怎么还演动物呢？别废话，让你演海豹。这海豹怎么演呢？你能演吗？能演就演，演不了别在这说话。海豹能演吗？海豹你，演海豹你。海豹。演啊，海豹啊。快都是汗，完了完了，演不了，出不了名，什么也不会表演，这人没戏了，这人。哎，你出这题目有问题。谁呀？你挑一个热播的时尚大剧，我绝对能演。现在最热播的时尚的这个电视剧啊，那我挑一个啊，我挑一个最热播、最时尚的电视剧，是哪一个？《乡村爱情》。你给我们表演一个刘能。哎，大伙儿，哎，刘能好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行，演个刘能。大家看我现在。穿的是长袍马褂说相声的，对，一会儿我把身子转过去，我再转过来的时候，我就不是我了，我就是刘能。大伙儿您先鼓掌后欣赏啊，咱看看这刘能像不像啊。我都没看过，我也很好奇这倒霉模样。大脚啊，来瓶酱油，没有酱油，来堆煤球。行了，我再考考你，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里演谁呀？《西游记》，你给我表演一个孙悟空。演完海豹就让我演猴。孙悟空行。孙悟空能来吗？能来。给大伙儿表演个孙悟空，我们看看。玉帝老儿。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，能上天，能入地，能下海，能倒火，哪儿都去得，还不赶紧封俺老孙为齐天大圣，从此不动刀兵，如若不然，俺老孙定当杀上天去，叫你龙床坐不安稳。嘿，哎，玉帝怎么说呢？你这泼猴，不要胡闹。哎，表演的还真不错啊！我觉得你现在啊，马上你就要火，要出名了，是吗？你就差这么一点儿了。差哪一点儿啊？你现在就需要把这个传统跟现代的融合。这怎么融合？来一个经典与时尚。这怎么来？你看我给你出招啊！这儿，你拿这个《乡村爱情》演《西游记》。嘿，赵四儿演孙悟空。赵四儿演孙悟空。赵四儿演孙悟空，一下就火了。你看大伙儿欢迎，哎，赵四儿来孙悟空行不行？那什么，那什么，玉帝，那
那老骚头子，我的天哪！那时候我是你孙爷爷，那时候赶紧封俺老孙为齐天大圣。你要是同意，还则罢了；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削你！我不是，那玉帝怎么说呀？好儿子，你可长点心吧。